这个胖汉秃头黑脸真难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来了多少同伙？九省的百姓都是爷爷的同伙。爷爷，我今天来杀你就是他们的意思。程咬金被抓了，我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，然后你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给放，你就跟他一起去瓦岗。去瓦岗？杨广这样下去是必定会亡国的。地上陷了个大窟窿，一臣之见叫刚才要临时处死的程咬金下去，把那个那帮汉子叫回来。程咬金，命你到地穴探个究竟，能探明白即赦你死罪。我是王世充啊。是啊，王兄啊，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地道赶紧跑吧。我要是走了，杨光老儿子派人下来，这个地道就废了。你要是再上去，那真是死路一条啊。大胆，他敢惊动圣驾。程咬金装妖扮邪，惊扰皇上要砍了。是，我乃李密，本是朝中三品官员，无奈受奸贼羽儿化及排挤，险些丧命，早就想投效瓦岗，一战报今日得见混世魔王，乃是天命所归，我李密凭着性命不要，也要救你逃出生天。我你把老程我阿哥救了，这个我阿就把这事给你跑上，我还会把大魏国的皇位送上。这不行，找到我们家老程了。皇上去扬州刺杀杨广，而且被抓了。什么？那还能有命吗？那一个叫李密的监斩官给救走了。